Hello， 大家好，我们这是醉。今天呢，我们要来开箱这个6月2号发行的这个 ES 特别组合啊。ES 特别组合里面有4包的碟旋暴击跟4包的冰旋险境，然后还有一包的 EX 宝可梦特别卡，总共有3种哦，一个是8部土拨，然后陆地水母，还有这个牧羊犬3种。然后它里面好像是一整个进化链都会有3只。如果你抽到其中一只的话，它就整个进化链都会有。然后我们上次碟旋暴击没有开到我们奇数，我们这次一定要来血洗一下。我们来开箱，开始。好啦，全新的。大家就看到我们这个一整盒，它那么多胶带，哦，这个有用到，我们把它都拿出来好了，总共里面就8包而已啊，各4包。那我们先开这个 EX 特别卡。不知道会看到什么，来喽！哦，是我们陆地水母啊，陆地水母，它的特性是什么？守护菌师，只要这次在宝可梦在场上，自己所有身上富有能量的宝可梦卡不会受到对手宝可梦使用导射效果影响，还蛮强的。然后后面你看，它就有附一组陆地水母的基础。而且它两张都是闪卡，好，放旁边。接着还是我们今天的重头戏啊，8包的卡包，我们现在开冰雪险境。第一包，冰雪险境里面也有古鲁夏，还不错啊。而且通常这种都是没有保底的，所以开起来特别刺激。哇，猴怪！哇，古剑豹 EX， 开到张古剑豹 EX， 这是我们的封面的怪兽。来一个，第二包，没东西，至少也要开到一张 AR 卡会比较好吧。我们上次那两盒都开得蛮烂的。第三包，哎呦，好像有 EX 卡哦，气势猴 EX， 都是一些没有什么用卡。下一包，反正我们希望没有放在冰雪险境身上，这个就轻松开就好。1、2、3包，他以为这包怎么有6张？没有，来了，重头戏，碟旋暴击，这才是我们这次奇数大奖。上次我们开到一张什么东西？英波龙吧，蛮烂。这有没有料？哇，这是什么东西？哇，眼怪，烂死啦！下一包。有没有？哇，没有。图标客哎，这次大赛好像有人拿来打，蛮强的。来，下一个。提速，至少来张普卡吧。普卡我也很开心啊。苍炎刃鬼，什么鬼？苍炎刃鬼，什么都没有。最后一包必出大奖，有没有？感觉亮亮的哦，这个亮感觉不妙哦，完蛋！哎，马纽啦，好烂哦！开到是什么鬼啊？什么都没有，开到一堆
没什么用处的卡、啊，大家真的是不要抱着可以抽到的感觉，还是直接去买比较快。好了，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喜欢影片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那大家记得开启小铃铛。那我们下次见，拜拜。